阿三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跟之前那样子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对不起，我以为我只要守护在你身边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就会接受我。我现在懂了，我懂，爱是需要勇气，需要被说出来的。他需要一个对的时机，现在时机不对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不管易飞扬做了什么，我一定可以做得到。我会让你爱上我的。我觉得我好像失去一个唯一的朋友。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一定是有什么原因让你宁愿失去他也不要伤害他。怎么可能不难过？小安，我想麻烦你一件事。我想终止跟 Check 的合作。为什么连你也一样？不管我多努力，都只看见杜艾莎。那我呢？我呢？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200万！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，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十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。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！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